今天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今天是我女方正酒办酒席啊。男方我老公那边今天就是上坟拜祖宗的日子啊。我们广西桂林农村这边的习俗就是娶老婆的头天就是拜祖宗，但是要吹唢呐的。一边拜一边吹唢呐啊。待会我分享一些这个我老公上坟的这个视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是我们桂林农村的习俗哈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的。姐教包哥跳科目三哈，我朋友他们过来这边玩一下，这石头路啊，小时候我们经常走的，这种稻谷在里面啊，就是走这条路挑啊，必经之路啊。这个要上山了，看一下，朋友他们，还有师傅，我来参加二丫的婚礼，摘了几个野果，这个。像柠檬一样的那种味道，酸酸溜溜，好香啊！野果，刚才在那树上摘了一棵树都是。这是野生的。你拍了一个段子吧？走好。啊！我请你吃个好东西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野生的。野生的。橙子。甜不甜？很甜的。吃一个嘛。哈哈好吃没有？好吃没有？好不好吃？哎呀，想死我了。
这里也有20多桌。不，杜拜。这里20多桌。花生，花生，多子多孙。好的。喜糖，喜糖，子孙满堂。好的。买呀买，家人们，来吃喜糖，喜糖，喜糖，喜糖。这里看没有？子孙满堂。花生，花生，网友们来吃花生，花生。子孙，子孙，子子孙孙。喜糖，喜糖。子孙满堂。听到没有，网友们？你们怎么讲的哦？你想让我讲几句啊？比我讲的好的更好。拿去哪里啊，妈？拿去给家属的人吃。好的。他们辛苦了，做事。好。我要喝，我那个要喝，那个一样的要喝。王小芒先吃，看吃喜糖先吃，吃完我要拿过去了，先抓一点，抓，先抓，抓，抓，快抓，吃。这么好喝，有好等我看一下。看嘛，好看点。开狗打。看，开狗。那还是开毛呗。来啊，来开动啊嘞！那只能动，开动，来开动，看，开动，吃个糖，吃个糖，来来哪一个？吃哪一个？吃哪一个？抓嘛，吃两个，谢谢奶奶，好事成双，谢谢奶奶，喜糖，来这里吃，这里是摆酒席的，来开动，来了，哎呦，吃两个，哎呀。开上摩托车吧，开车，快开动嘛！开动，来了，来了，开动啊！开动呀，开动！你干嘛？如果你八折没有多出烤肉，你可以翻给我啊，明天去那里。要啊，要烤肉，要。要。要。那老家过来弄。弄这啊，小陈，那弄过来。那个泡牛，拿来泡茶，拿晒干泡茶。这野菊花你会吃？清肝明目，放点枸杞进去。说对，这身体好。那到现在是你们中饭盒没得啊，人家吃饭盒没得了，人家吃饭盒嘞。明天还来没有？来不来？你哪个会放冰箱里冰去？明天我哪个帮你打？我帮你打包，我最多打包了。明天要我如何帮你装好？我不要，我先拿去。他们吃完拿个纸杯袋装进去呀。上次帮我移的，你看嘛，主要帮我包到去。你拿你自己的吧，你拿好你自己的。我没有。他是一天都早上的，这么多打包。